之前我不是先是有两瓶给他送过去吗？上回我不是拿了一箱。
后这个好管家就没了，就变成实际上相当是我自己做了个功能嘛。但是我自己做的功能，我肯定是有来有回嘛。这个流程图，还有那个，因为还有一些。
导思维导图的业务规则，我不知道，因为郭军有些不是直接是写到 SOHO 语句里了吗？是吧？那他写到 SOHO 语句里边的这些，他有没有规则呀？有没有是 Word 的或者什么的规则？就不是 SOHO， 因为 SOHO 语句佳姐可能整不了嘛。思维导图，然后还有那个流程图，思维导图、流程图，还有
精神残疾、身体残疾还是什么残疾，然后就以他这个残疾的，因为他是你要服务他嘛，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残疾类型，是吧？然后你要知道他什么等级，然后你要知道国家对他就是有没有救助，然后救助情况是什么，所以你就要把这些扩展组织给他写进去。这个的话，这个看一下黄埔的信息，然后另外还有云埔这边也有这个情况。最后结束的话，我就把我招领上把这个信息要过来进行参考一下。就基本上你描述的时候，就是你把这个给他描述进去，就我要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。我其实我就相当于在后台又建了一个这样的表，然后把它建完以后呢，我需要从他们客户这个那拿过来的这个数据，就是别的部门接过来的数据，把它这个导入进来，然后导入了以后，我还需要做处理，就是因为他要挂到，我还知道他是谁嘛，跟我那个人员那个表通过姓名、身份证号就是挂起来，然后另外的话还需要知道这个人他。这个属于那个街道什么那个地方做管理，就是需要把他的什么姓名、身份证号这些都处理标准了，然后进库，最后他才就是他才形成他的这个标签，就是有我刚才描述的这些过程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。他只是标签，就是它属于数据层面，因为我数据来源我就已经。